结果了他，不妨先把这里翻个底儿朝天。那黑风怪赏了灵虚子一颗金丹，若是寻到此物，就算没白来一遭。 阁下一看就不是这里的妖怪。
莫非也是来拜那黑风大王的？哼，听我一言，这黑熊外强中干，靠不住的。你还是趁早离了此处才好。起死复生，金银财宝，都是唬人的。那些个小妖都被骗了。黑风怪好弄把戏，嘴上修真养性，肚里贪婪欺心。 Yeah.